年嘴巴吃不停，鱿鱼丝、年糕、乌鱼子，好吃好吃。但小心哎，这撸夹撸刷嘴的美食竟全是过年十大肥豆爆食物，尤其年节必备的围炉火锅更被纳入肥豆爆排行第一名。不想过个年胖一圈怎么办？竟有一款神物加入火锅，让你越吃越瘦。冬天盛产的山茼蒿含有大量维生素 C 还有 B， 不但能加速脂肪代谢燃烧爆量的粗纤维，更是甩油神器，减肥三大关键一次拥有。第一个有饱足感，它会阻断油脂的一些吸收，促进肠胃挪动，顺便把这些油脂也赶快把它排泄出去，甚至对一些 ammonia 减少等等都是有帮助的。谁说吃火锅一定胖？一人笑真直言，火锅是瘦身的好东西，用鸡蛋、芋头、山药来替代主食，蛋白质选海鲜鱼肉最健康，肉类可以挑脂肪较少的部位，肉品部分其实我们就会建议双酱或是板腱，相对油花比例比较少。另外蔬菜也不是都不会胖，大白菜含糖高先不要，绿色蔬菜最营养，汤头酱料也有关键美感。海鲜干贝的汤底，它的口味呢是相对比较清淡，比较不会造成身体方面的一个负担。酱料部分，日式的酱油、香橙口味的一个酱油都还蛮适合的。低脂低油少热量，也要记得原型食材代替加工品。若不吃锅想自己煮菜，只要把握一元原则，珍珠烤拌代替高油煎炸，就能加门家过年幸福不发福，就靠选择。小佩宝记者李晴、黄玉兰特别。